肩颈放松，是吗？还是腰？我刚刚已经转过了。他们都好乖。大家有看过我频道的人应该都知道嘛，之前我在拍一些学系探索的内容，台大呢也有对这方面做出一系列的活动，那最有名呢就是台大杜鹃花节。重点是什么？我既然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，然后今天呢刚好是台大杜鹃花节跟社团博览会一起展出的日子，这么盛大的活动，我当然就是要来带大家去参观啦。那事不宜迟，就让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在杜鹃花节跟社团博览会看到什么吧。 Let's go。多人，太多人了，各位！我靠，这个太屌了！哲学系，好哲学！学姐，你要不要告诉我们图纸系在干嘛？不知道想测屌你不要用那种求助的眼神看着我，你要介绍图纸学。我学习历程开始，你不要这样。好可悲，我们有生力军来了，嗨！这边很多题有点难猜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应该要去一个摊位，然后直接问他们，要干嘛？对呀、啊，你可以去问蔡永真在干嘛。大家都是一历程，他们都穿西装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是西装？你们国旗跟公馆差在哪里？国旗跟公馆差哪里？国际企业的话，我们有做了比较多跟国际接轨的相关课程。我本来预期到不是这个结果。他刚刚说你们听到这个问题就会。对，各位学长姐可以帮我介绍吗？我们目前台湾会用的牧草差不多是这样子，就是非常进口的，就是我们目前台大农场在用，那会有百慕达牧素跟田玉麦。那国产的呢，有盘固啦、蓝莓草跟青稞玉米，还没怀孕过的牧牛。但我觉得这个香蕉好硬哦。喜欢吃的，学习的话，我不认识。现在可以教我交换电路吗？好嘞。他们都想要按摩。最近都没什么睡，需要放松一下。来体验肩颈放松，是吗？还是腰？我刚刚已经转过了。他们都好奇怪。外面是午餐，我想吃哦。这里呢，我们五月的时候啊，应该会来这边服务。有想要来的可以来报名，没错。一二三，学长在。好，一二三。谢谢小学士，谢谢学龟。新建学院课，那好像就是一堆小说之类，就是新建星际争霸战啊、沙丘什么的。这个、啊、生存游戏室啊。哦，他们很有名。帅到爆。欢迎加入台大冲浪社，激励体能训练师，牛逼！
要他刚刚推一下我抽奖，是我抽到一个吸管金。好啊，那今天很可惜啊，由于我下午有事，所以我大概只能拍到这边啊。那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来杜鹃花节，觉得哦，其实很多人呢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哎，甚至有从什么台中上来的高中生过来参加台大的杜鹃花节。那同时呢，我也遇到很多啊看过我频道的粉丝啊跟我合照，说实话感觉他们高中啊非常有活力，非常羡慕，不像我们大学，已经老了。那社团博览会呢，也刚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台大社团到底有多多。那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边，一样不要忘记订阅跟分享。那明天是我 IG， 我是白豆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